二号、三号。你是二号还是三号？前几天根本不习惯。不习惯是有一点点，就是有一点想说，我为什么觉得说，想说是不是在做梦？就想说，哎，怎么去这么感觉应该算是蛮长一段时间的，可是一回来就觉得，哦，好像没去过一样。第一晚会不会觉得，我应该还在英国？对，然后可能时差的关系，可能回来第一天可能11点睡，3点就起来了，然后就没办法睡了。晚上11点睡，然后凌晨3点起床。对，因为时差了7个小时，所以通常睡觉的时候应该是5点才对。但因为在飞机上又就是断断续续的睡，对，所以就现在睡眠时间有点乱七八糟。但他回来是不是要开始马上就要一直开工，一直工作？经纪人会把你要往那边开，还很多工作了。目前看好像还行，就是还是有可以休假的空间，但因为有些公司好像还没有准确到排进去，所以就感觉那个空格好像有跟他没有，有跟他没有，有跟他没，哎，有跟他没，那也要拍戏了。算是有，但不是长，就是不是。不是长戏，就可能类似像客串那种。这是可以讲的。都讲了。对，我有想到都讲完了，然后再问说可以讲吗？那是要把去英国花的钱都先赚回来。就是还是要努力赚钱。那就是百万。那哼，就是我花了比较多钱在住宿。因为住宿真的很贵，是一个人住还是有一些事？我们有三个人一起住这样，但是还是很贵。对，因为怎么算是有艳遇吗？有艳遇，大家都问我有没有艳遇。好奇呀，就是要怎样算艳遇呢？你说转角遇到爱这种，应该比较难呐。对，就是可能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哦。好紧张，很尴尬这样子，所以也很难跟异性聊天。那你没有放开自己的心？可能我觉得刚开始去会还是不太好意思讲英文，因为没办法用完整的句子问，然后又怕尴尬，对。所以在现在还行的，是我会跟我朋友说，如果有机会。跟我用英文聊天，然后我想就是回答你看看，看你听不听得懂我到底在讲什么，这样子。可是那些来搭讪的，有没有那种觉得哦好帅的那种？有没有心动的瞬间？没有，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回来好像就有讲过，就是我在那个美术馆遇到的那个，那个就是我完全没办法讲一句话，我就只能说。OK， 谢谢。Thank you， 拜拜，就走掉那种。运用肢体这样子就好了。但我有一次，我觉得不能算是艳遇，就是在Uber 司机，就是 Taxi 上面，然后因为那个司机刚好听到我在跟就是那个 AI 练英文、学英文，就是有时候我会在车上，然后开始就是。用那种程式对话这样子，然后他就问我说我是不是在学英文，然后我就说哦对，我是来这边学英文的，然后他有跟我就是给我他的名片，就是我们在车上有对聊一阵子，他说哦我觉得你的英文不错，是 OK， 你不用担心，你就是有自信的讲，就算讲错也没关系，不要怕。反正他跟我聊了很久之后，然后我要下车了嘛，他说他给我他的名片，他说。如果你想就是学英文的话，或是聊天的话，你可以打给我，就每天或许我们可以聊15分钟。他其实就是想要增加代课率而已。哎，也有可能。可是我觉得他是真的很好心，因为他有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。他来到伦敦，然后住在这里，他也是 A B C D 都不会，然后到现在他可以
侃侃而谈什么的，反正他跟我整车聊了很久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心想说，好辛苦哦，一直聊英文真的很累。所以他在讲的过程，其实你听都是，因为听起来感觉很坚持，他讲的好像也蛮。就是我可能会要请他，就是哦，可能慢一点，然后就是问他，就是这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他可能再慢慢的叙述给我听，然后或者是我哪个单字不会，我也要问他说，哦，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可能只能听七八分这样子，但是大部分我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就听你可以。可是当我要回答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啊，好痛苦，然后我开始查那个单字，想说我要怎么跟他讲。很害羞开口，是很害羞开口讲英文，还是觉得？就是因为他们都很健谈嘛，所以当就是你个性比较内向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哦天啊，好，我也要健谈起来，可是就是有点困难。但就是我觉得那过程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就是很 open mind 的跟完全不认识的司机大哥聊天这样。所以他给我名片的时候，他就说可以跟他聊天什么的，对。然后后来当然我也没有加他的电话聊天嘛。你刚刚说厨艺有进步，对，三餐有在自己煮，没到三餐，因为我通常吃一餐到两餐，所以可能早上就喝个冲调饮品之类的，然后可能到了下课后，因为我下课后差不多是2:30，然后就会去超市买一些肉啊、菜啊，然后回家自己弄。但大部分时候是我室友弄，因为我室友吃的非常健康，都是那种蔬菜汤啊、蔬菜料理，所以他都会弄那些蔬菜，然后我就是煎牛排，然后吃肉吃蛋，对，会 balance 一下。所以拿手菜就是牛排，会有其他的那种其他东西吗？啊，那个一个蔬菜。一颗蔬菜，一颗一颗的。哦，这个甘蓝吗？应该是叫甘蓝之类的，就一颗一颗的，然后我可以煎它，就是还蛮好吃的，但吃起来有点苦苦的。橄榄，橄榄，橄榄那个。橄榄。不是，它就是很像橄榄小的迷你的那个高丽菜。包心菜那种叫橄榄，对，那个菜还有什么？就很简单哎，就是蛋啊，然后加一点 cheese 啊。那你在那边也是放飞自己，因为前几天有po文，就是夹那个鲨鱼夹出去的，很丑吗？很丑吗？就是觉得很方便啊，虽然嘛没有很华丽，但是我想说夹鲨鱼夹还蛮轻松的。那台湾会这样子吗？会啊，有的时候我可能工作的时候我还会。包着毛巾直接出门，你说包浴巾这样吗？包那种就是可能头上包毛巾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或者是鲨鱼夹，然后一个发箍出门。我在拍照，请不要拍我，还说请不要拍我，太丑，不要拍我。那你体态有在控制？还是有在节制，在吃东西的部分，但我想运动的话。好像不用特别去运动，因为每天都要走路，每天都要走，然后几乎都要走10000步。每天吗？有时候不出门的时候，当然没有任何步数。就只要我出门都是10000起跳。就是可能你要去个哪里都得，就是可能去可能 SOHO 去逛个街，或是干嘛，真的是走到。你租房子在第几区哦？第几区哦？在伊斯林顿。我不知道他的第几区，在英斯林顿区，比较靠近那个国王十字站的上面，对。10000步哎。然后有时候会去，海的公园。哦。应该它是我最喜欢的公园，因为很大。野餐吗？去，很想去野餐，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，可能就是带个几包饼干，然后可能跟朋友在那边坐着聊天，然后喝个白酒之类的，就觉得。喂松鼠？为什么？没有喂松鼠，会有看松鼠，可是我不敢乱喂它，因为我不知道可以喂什么。对，然后就看到松鼠就很开心。那你这样去英国3个月，那你有准时在缴管理费吗？有请助理帮我缴。
怎么了？非常的，他应该不知道，他应该不知道。不知道那个，那你们那些包裹？包裹？哦，就是、包裹就是应该管理员会收到我们家门口，所以这么好，蛮好，真的蛮好的。应该每一个社区的管理方式不同。没有，我们都是放在管理室。对，自己拿。哇，但是你们管理员会送到你们家门口。那你家门口是有堆积如山，会不会堆积如山？就是可能会放在电梯门口，然后可能家里哥哥或者是助理会帮我去收，然后就收回家，所以其实还好。电梯是一层一户专用那种概念吗？对，他们是一层一户，一层一户，所以也要 B 才可以开那个。对。那其实可以堆在电梯口，对啊，堆久一点，对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个困扰。因为那一块等于他们自己都没有看清楚，他应该会很焦虑，对，他真的没有到，知道吗？他刚回来还是被时差攻击中，现在还在时差，应该已经调才两天，才两三天。我很累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也没有很累，没有，就是可能被时差，对，因为我好像昨天要睡，但是就是昏睡，但是就是没有整个很沉的那种睡啦，所以就是等于没睡，对自己在讲什么，等于没睡，三四天吧，马上开工，对，对，马上开工，所以今天要露背那些都可以 OK 的。还是有点不习惯啊，就是对，因为大家很注意我的背啊，一直要我转圈，就害羞。但没有胖吗？没有没有，没胖，就是回来有想说，好了，那我先量个体重好了，然后觉得很清醒，哦，没有胖，就觉得很棒。什么最想吃的东西？最想念的？其实还好哎，还好。最想念的东西有吧？可能我第一天回来的时候很想念，可能类似鸡肉饭、卤肉饭的，所以我就点了外送。就想说 ，OK， 不用自己煮了。物价也有。对啊，吃一餐差很多。你知道吗？会生气吗？有，他有这种爱理不理的那种，然后就是要那种就是要怎么讲，撒娇还是就是勾夹？勾夹的国语是什么？拜托，拜托了，要拜托他，巴结他说一起睡觉好吗？那猫是跟你一起睡的？对，有的时候，就是我也会想说，会想要晚上的时候请他跟我一起睡这样子，请他要请他，很傲娇，对。就看他心情。床伴。床伴。好了，感觉明天的标题有了。有了。邀请他一起。雪芙的新床伴。要睡觉还要求。还要求他跟我睡觉。陪我睡。好哦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多问点。奇怪的问题就别问了吧。谢谢大家。有比较健康的问题，什么是健康？那个聊一下医美啊，保养。其实进厂频率大概有？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看肤质的状况，对啊。就是那你比较在意哪个脸上的组织？我觉得可能我会比较在意的是粉刺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状态。就是因为我脸其实 T 字部位或者下巴会特别油，所以我的粉刺会比较多，那可能就需要那个叫什么吸点点的那个海飞秀对对对，就是吸粉刺那种，或者是有时候他们推荐我可能要做酸类的，对，刷酸，因为我真的比较怕粉刺类的，然后因为你说生理期前后，就是痘痘会很对油脂分泌很猖狂，那时候就会觉得我可能需要去清理一下粉刺什么的。有容貌焦虑吗？我觉得
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，就是会有觉得说啊，不管是容貌也好还是身材也好都会焦虑，因为毕竟做这个工作，还有就是身为女生都会，但是我自然的告诉我自己说每个人都会变老，重点是你自己开心，你开心的时候你内在发出来的光芒就是你知道就是美，我就会一直告诉自己是这样，然后自我肯定，因为自我肯定感很重要。那你可以素颜就是走去街上逛街。我不到会素颜，但就会很素，就是不到整个素颜，但就是可能一定要打底，因为我很保护肌肤，所以我的隔离或就是物理性的粉底我都会擦，因为你太阳晒的话老化的会更快，所以这是我必须做的保护。都没有，不会差太多吧？我以为你说不会差太多，是粉底不会差太多。你说还是有差，因为像我的眉毛就是可能后面就没有这么多，所以我画眉毛的话会比较有神，但如果没画眉毛的话会比较无神。然后有时候可能熬夜什么的，黑眼圈会比较重。对，就是看那时候的状态。那如果生理期前后，你就会看到有痘痘，你就觉得很难过。女神也是正常人嘛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